回到了居中中卫的位置。卢子楠，边向闯打身后，商隐被卢子楠挡住了边线。24岁的左边后卫，卢子楠中超的第一场。顶替尹洪博在防守的时候站一个右边前卫的位置，顶在最前面的是吉森。卢子楠今天替补上场之后的几次防守都很硬。边向闯坐下来，费玉向前送给商隐，还在拼着追，踢满整场的商隐啊，面对这样的球也不放弃。长时间踢上比赛的一个原因。梅州客家并不是依赖着某个外援去完成反击的类型。严向闯还在起传中，卢子楠的解围没有很远，但是4分钟的补时只多给了1秒。